这样引起来上下线两条线放在压脚的后面，然后扎一针下去。嗯，如果要转弯，先转一针，然后再转弯。嗯。然后最后如果要收尾，回针压着，然后慢慢的，然后再放开。好，然后针棒上来，这个挑线杆在最上面。OK， 你脚弓开，往后。好，它就会松。